欢迎大家来到新学年，我是你们的播音员，大家好。骑士系正在招生，此条通知是测试通知，并不是正式通知。加时间的，这就是现实。希望您已经吃了药，因为您现在收听的是双点广播电台的哈里森沃尔夫节目，一段疯狂的旅程即将开始。哟哟，大家好，哈里森沃尔夫又一次以地下的美妙声音与大家见面了。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节目，不过首先我还是先开几盏灯嘛，之后就为大家献上充满启迪的广播节目。恭喜，研究项目完成。
园发现入侵者，大家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总有人问我，哈里森要变得更加叛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就会回答，首先不要问这样的问题。朋克最讨厌的就是问别人怎么办。你要做的就是从盒子里拿出玩具，烧掉说明书，再用盒子给自己搭个超赞的城堡。话虽如此，我今天还是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变得更加叛逆的诀窍。常见问题，你的食物没热是因为烤箱没开。
餐只是一种概念，你觉得它真实存在，其实它只是别人为了管理你每天作息而构造出来的东西。所以每天我起床的时候就爱吃一大碗意面，喝一大杯柠檬水，看他们怎么管。学生们请注意，请务必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。校园入侵者，请不要进入校园。时间就越长。克拉姆利学生特餐系列全新推出盒装鱼。十年以来，克拉姆利一直为双点线提供鱼肉，如今我们的光荣传统成盒了，烹饪方便，美味难当，里面到底是什么你也说不清，反正是装在盒子里的。让你重温妈妈的味道。教育不可退费。将给你一个光明的前程，附加一份让生活乌云密布的债务。
生们请注意，来这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服装是表达个性的绝佳方式，不少人花很大功夫打扮自己，我可以理解，我也曾有过极其注重自己外表的时候。但有一次彻夜狂欢后的隔天早上，我不小心穿了不成对的鞋子，结果大家都开始夸赞我。自那之后一切都变了，现在我都是摸黑穿衣服的，只有我、虚空，还有一条不知是袖子还是裤腿的东西。生活就要刺激才行吗？现需一名勤杂工疏通厕所，真香。教职员工请注意，狗不会吃家庭作业的。项目完成，你真聪明。我喜欢每天做一件把自己吓得要死的事，这才是真正的朋克生活，还是叫朋克的真正生活来着，反正很酷就对了。今天早上我吃了一块放了好几天的巧克力慕斯，我怕不怕？当然怕，但我突破了自己的极限，我打破了规则，
人们总是不让我们吃温的慕斯，这理由不是已经很足够了吗？通知，校园发现入侵者，这下可糟糕了。要解开生命的谜题，就要善用问题这种工具，比如厕所在哪儿，能给我尝一口吗？这种问题。但问题也可能导致更大的困惑，下次有人为难你的时候，就直接把问题甩回去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这样肯定能改变不少人的。开始努力已经太晚了。
类讲话，感谢配合。接下来就告诉大家我关于叛逆人生的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规则，对权威抱有一定的厌恶之心。每天我都会提早。下班就是为了给我老板点颜色瞧瞧，有的时候我会在休假日也来上班，他们根本摸不着头脑，而这样正合我意，你不必鸟任何人。你该听我的话吗？厕所在哪儿？能给我尝一口吗？仔细想想吧。本学年已结束，请全体学生务必离校。本学年即将开始，我们之前说要做什么来着？学年期中考试成绩现已公布，未经允许，请勿慌乱。常见问题，不，我们不会成为朋友。提醒院长，请及时补充水分。学生不要给教职员工添麻烦。
圾。哦，对不起，这是我扔的。广播为您带来双点线的学生之声，我是费利西蒂贝伯滕斯。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大学超市和他们全新推出的冷冻甜品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报道两名学生被免费撒料的重量压垮的故事，请继续收听。提醒诸位走神的学生，请假装你们还在听课。常见问题，是的，这是对你的考验。要来了。Thank you.
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今年秋天的校园鲜花，他们去哪儿了？花为什么不在了？这里原来不是有花的吗？众多关注此事、热爱植物的学生们发出了这样的质问，不少人跑去逼问学校场地管理员，对方则以季节因素作为回应。来访人员需登记，登记后请立即离去。接下来介绍一个故事，两位学生发现大学超市贩卖的全新冰淇淋难以下咽。本和萨拉以前经常带着保温冰箱，里面装着满满一箱棒棒糖，踌躇满志的去草坪经营自己的小生意。但自从校园超市的冰淇淋吧和冰沙小摊开张以来，他们的生意便不如以往。在这炎热的夏天，学生们想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赚些钱无可厚非，只可惜好景不长，棒棒糖全化了。下次当你正在享受软糖冰淇淋的时候，请你想想他们。校园超市周三特惠，买一赠一。菲利斯，时间交还给你。无人看管的三明治会被我吃掉。找不到，你确定去上这节课还有意义吗？